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来游玩沉睡森林名仙境名城。润顿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录影的那个档案不是放在我的那个 SSD 上面，所以会有点慢。如果放 SSD 上面的话，说不定会快一点。好，这是题外话。那有时候会慢，有时候快啊，所以我就大家要见谅。不过我自己看影片是还好，没有到非常顿。阵营奖励，其实我更不知道我阵营又打了什么东西，我根本没有参加。拿了很多奖励，好。寒冰神石、极热神石、雷暴神石，好，其实我更不知道那个神石是干嘛的。话说我还是不能骑宠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骑宠。啊，如果拿到极炎魔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很难拿到吧？每次都金币，我上一次也是金币。福利，领取，第四天了，第五天，使用。签到奖励5000，算了啊，我看到了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算了，因为我没有每天都上线来领福利，在线奖励也没有。我们看看装背包，背包是不是很多东西啊？哇，糟糕！我忘记神石干嘛？神石是不是那个联盟的那个联盟的技能？好像是哦，我们看一下社交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充能。哎、欸，没错。暴击值加7哦，哇！这种东西都是一有道具就可以直接用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前往的主线剧情吧。宠物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可以拿。丁世峰，新人突破石，什么东西啊？素仙芝，素仙芝是紫色的，那我们可以把米洛斯给拿下来，休息，然后看一下。蓝色跟绿色，绿色是最低的吧？应该是。那我们就把出战，然后我们练一下这只好了，把它进阶一下。好，进阶，管它的，吞，啊，也是10哦，好咕咕。然后升级，它等级比较低，所以我们就先喂一下。OK， 然后升级好了。哦，蓝色比较烂一点，紫色应该是目前我用的宠物最好的。然后 OK， 好，进行剧情吧。收取伪装的宝藏。就忘记我上次任务是什么了。可以。谢谢你的宝藏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雷图腾被隐藏在汹涌之潮中，由钢虫三兄弟把守着。只要消灭钢虫三兄弟，你就能拿回雷图腾了。刚从剑雨，三星后可扫荡。哦，扫荡卷是可以直接打。哦，就跟只是你不用进入战斗画面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过完那一关。如果你的能力够的话，哦，算是不错的东西啦，节省时间，快速刷副本用的。不过要看取决你的那个卷多不多。
所以如果想要真的练很高的话，就是花钱买那个卷轴。这个大家看我影片有时候会顿顿的，是因为在录影的关系。电脑不够好啊，大家不要计较啊。那基本上我自己看影片是没有到很顿啊，对。所以我一开始有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存档的地点，因为这种是边录边存嘛，就跟你的那个什么行车记录器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把它存到一个那个读取写录的装置比较快速的话，照理说应该不会这么多排队。不过没事啦，我现在都是用普通的硬碟存的，存录影的影片。嗯 ，OK。国王，你到底是谁？国王。哦，幽兰护甲。这个比较好，然后这个不能签的，再签要花钱。等级礼包，哦，看一下，背包，这个是24等才能穿，然后这个好没卖掉，这个应该可以卖吧。卖，我觉得背包东好多东西哦，好烦哦。这个应该也可以卖了，卖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讲话，看样子你已经成功了。哎，你的运气真是好。刚才奈斯特哭之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可以帮助你找到下一个图腾。他还在原来的地方呢，上了坡你就会看到他了。任务完成。哎，没有自动寻路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奈斯特姑子，哟吼，你这个家伙果然很特别。我不是你所见的那个姑子，当然我也不是格姆林，请叫我奈斯特姑子，或是第二姑子。我和你所见的姑子原本都是同一人。你先别问那么多，我来帮你是因为有事情要你帮忙，所以请让我来帮你吧。记住了，只要这样走你就能找到火图腾，加油啦。巨石图腾嘞，明明就在隔壁而已，说的好像很远。怎么样，我没有骗你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和菲斯特库兹原本是同一个人，因为某件事而遭到诅咒，所以才会一分为二，并且变成这副德性。算了，往事不堪回首，现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才能恢复最初的身体，等我想到具体的办法再来找你帮忙。现在我所能帮你的只剩一件事了。什么事？不用谢，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能帮你到这了，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走好，那么就此别过吧，再见娜娜。急急声，悬赏任务每天随机刷新，有悬赏任务哦。耶利亚，这位勇士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！怎么约俩跟刚才那个人好像很像，戏剧图一模一样。今天我带着弟弟来这边玩耍。可他非要找什么图腾，结果活生生一个人就撞进石柱中消失了。我本想守在石柱前，结果一群魔族怪物冲了出来，把石柱给抬走了。这什么剧情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消灭刚从防御者是不是？哎，我刚哎，他其实有那个过关条件还是什么？我刚没仔细看。今天这一集没办法录太久，大概只剩20分钟吧，25分钟。目前打到现在，副本都没有算难打，都算好打，除了竞技场的那些玩家们，那些玩家实在太变态了。哦，这个有点难打。哦，这个有点硬哦。
喂。哦，这三只小王八，要不然一般小兵一下都挂光光了。是不是小兵一下都挂光光了？嗯，我觉得我补的攻击真的很弱，毕竟我没有在什么升级装备，因为我觉得装备你现在等级这么低，升级装备有什么屁用？这打完还有 BOSS 对不对？我觉得小怪就好难打了。啊对了，然后我记得最近有一款手游游戏叫《阴阳师》。等阴阳师公测开放安卓系统的话，我应该会开始玩阴阳师，因为我觉得阴阳师比较合我胃口。哎、欸，我不是说这个游戏不合我胃口，因为这游戏就有点像是什么，就是比如说搭车啊，干嘛啊，就看一下结果啊，看一下，因为毕竟这个真的很练功真的很单纯啊，对啊，比较这种游戏比较适合那打发时间啊，对我来说，然后。人物操纵，人物的界面看起来都是可爱风格，所以还算 OK 啦。对，我没什么意思啊，各位。这是一个打发时间不好用的游戏，还不错。还有个金色旋风，哎，是因为那个我的素仙是放了技能吗？哦，有紫色的珠珠。好，哦，那个碎片哦。紫色都是碎片，紫色总是碎片。哎呀，绿色啊，没那个运气。哎，到底是绿色比较好还是蓝色啊？应该是蓝色吧。啊，算了，不想看了，懒得看。哎，这个再见奖励，没错，就在这个库的，这是我的弟弟，谢谢你把他救了回来。有吗？我刚没看到人啊。这些我弟弟以后能变成像你这样的人。好，开启支线任务，哦，支线任务了，多种支线供你选择，特别要注意经验积累，通关后可获得大量经验哦。好，24级才能继续新的篇章。与奥罗拉交谈，然后我们，哇塞，这边好多人，因为那个，好，领取，使用。那我们看一下背包什么烂东西，把它卖一卖。这个24的才能穿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就有点烂了，除旧。还有吗？哦，看一下装备，啊，没有了。然后好，与奥罗拉交谈。勇者需要学会低调，尤其是学会隐藏自己的气场，所以时装饰品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安吉拉，也可以拿到第一个时装了，太棒的！还有两集才会开启下一个篇章的故事。喵，尊敬客人，请问有什么需要人家的帮忙吗？哦，想要最短时间内改变外观，这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了。第一次做你的生意，这份礼物就请收下吧。里面的饰品可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哦。是什么？安吉拉的头饰、棉帽子、穿戴，哇，死给！终于我有时装了，就大家都有。饰品能让你的个性更加鲜明，也更容易让别人记住你。当然，安吉拉的时装是凯斯城里最受欢迎的，有吗？哎，他要给我吗？没有啊，胡乱我。没有，哦，有了，你应该很独特，与众不同的气质令人神往。穿在你身上的饰品便是最好的广告，记得多帮我宣传宣传哦，喵。没有了，就一个而已哦。时装商店，哪里？哦，下面有时装商人，好贵。哎，还好啦，哎，这边有个三角形，这应该可以买的意思吧？单身狗，我才不要买单身狗嘞！单身狗也是狗，还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时装属性，生命上限5000，穿戴等级1。我才不要买单身狗哎！这不是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吗？
红苹果是干嘛的？红透的苹果往往更容易有虫子。哎，这个哦，生命上限5000，那这个嘞，缤纷童年。好了，有空再有闲钱再买。面具哦，创可贴，羊头怪兽哦，这个还蛮帅的哦，帅。啊、这个嘞，服装哦，女仆，女仆。哦，这个女仆有点不是很看，你看屁股那么大。你做了女王梦，我穿我的女仆装。红色风暴，哎、欸，这个胸部太小了吧！泳装女郎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啊。好身材是秀出来的，这是我的帅，你怎么帅？哎、欸，可以换颜色吗？这不好看。嗯，这个也还好。哎、欸，多做一点新那个时装嘛，要性感一点的啊。好啦。反正我也没钱，先这样吧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吧。哦，那之前做完是不是？成长通过一次经验副本，好，战斗。好，这期的标题我已经想到，我才不要当，才不要买单身狗，或者是我才不要当单身狗。经验副本应该就是经验值最多的一个副本吧。因为它有分经验副本跟一般副本，然后还有什么金币副本，所以金币副本，然后经验副本应该就是经验值最多一个副本啊，那可能就是钱不多哦，然后经验宝箱哦，因为像金币副本是有限时间，然后有宝箱那一打，那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哦哦哦。这个好像很长哎，经验乘一代表还有一二三四，不过我的宠物打字有点慢。哦，也是要打很久啊。啊，那我先喝个咖啡再回来好了。好像很长哎、欸，不过这打完应该很快就升级了吧？哎、欸，像这样，哦，要等怪物出来是不是？应该快到了吧？地图可以调整吗？不行，这个是，哦，看一下怪物。好像哎、欸，哦，反正有点慢了。抢我啊！哇，这个网的血很多，暗夜狼王，89万多滴血。应该可以啊。我有4只围殴他，这是什么？啊！临时操纵手控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哎、欸，如果按越快，会不会比自动还快速啊？应该有可能哦。有比较快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哦，大招有了。嘿，哎、欸，还没死哦。可以，你呢？还有是不是？欸，是不是还有？前方危险，禁止进入。那我去哪里？回城的吗？欸，到底我去哪？哦，那边还有一条，哎、欸，不行的啊，那是回城的意思哦。
啊，其实我第一次进这个副本，我不知道是这样。好，灰尘。是吧？购买月卡每天都可以领取120的钻石。嗯。这不像我完成吗？啊，有有有有有。每天多消灭一个怪物，凯斯人民就会更强大。你可以把每次当个战果来到我这，我将会兑换成给你更加有用的东西。OK。哎，是我没有通过经验副本。好了，我下次再打。珠宝的光鲜能够遮掩不为人知的阴暗。嗯，好，竟然没有过啊！哎，可是我们刚不打完了吗？啊，可能是还有怪物啦，那我不知道去哪里。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一集就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